当莫拉克台风发生的时候，就是那种天崩地裂，然后就像世界末日的感觉。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啊，天空还飘着小小的毛毛雨，然后视线很差。我看到的景象，我是被惊吓的。我惊吓到我自己都不晓得我镜片里面眼睛是雨水还是泪水，你感觉不出来的。目睹莫拉克风灾后的残破大地，空拍摄影师齐柏林决心要拍一部记录台湾的影片，告诉大家台湾的土地受伤了，而他的伤我们都有责任。所以我一直在犹豫，就是我要不要趁我还年轻的时候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我担心等到我50岁退休了之后，这项工作我可能没办法胜任了。可当时齐柏林只是个国公局的公务员，而且还有3年就退休了，投入空拍纪录片可是每分钟都在烧钱。我经常就是在晚上睡觉前告诉我说，明天呢就要勇敢提出辞呈来做这个计划。可是天一亮，你又想到说，下半辈子的那种生活的依靠，或是家人需要我的经济的支柱，我又会退缩。那就这样反反复复，我挣扎了1年。那最后我想通的一个方式是，当然我碰到一个莫拉克台风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现在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变成一辈子的遗憾了。宁可放弃400万的退休金和安定的生活，也不愿终身遗憾。齐柏林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钱通通拿去买器材。儿子还一度担心爸爸可能缴不出他念大学的学费。他那时候还小，当然他比较没有，他只会想到当时他的想法嘛。当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同学都会亏他，说你真不孝顺啊，你真不会体贴你爸爸这样子。我就鼓励他说，你只要考上国立的大学，那一定就是你就绝对不会没有问题，不会造成我的负担嘛，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儿子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礼物，他后来考上台湾大学，真的学费便宜很多。儿子给的大礼让齐柏林可以稍稍喘口气，可拍电影真不简单，而且他拍的还是没有商业价值，烧钱却烧得很凶的高空摄影纪录片。我们在寻求资金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回收机制在哪里，你的 business model 在哪里。其实这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如果说我知道观众在哪里，我知道回收机制在哪里的话，其实这部片子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啊。电影从前置到完成花了他5年时间，耗资9000万。虽然有企业赞助，但资金还是不够。有人建议，那就上院线吧，至少可以用票房补贴一些亏损。很多人都有点质疑，就说怎么可能会有一部片子全部都是用鸟瞰的方式，用直升机这样飞来飞去拍来拍去，怎么样来呈现这部片子？因为它不是剧情片，它又没有男主角，没有女主角，甚至没有故事啊。所以当时我是没有信心的啊。不少导演看过初剪之后评价都很正面，也给了齐柏林不少信心。林怀民还帮忙介绍电影赛德克巴莱的配乐大师何国杰，吴念真担任旁白，并且找来南投信义乡的原声童声合唱团登上玉山主峰高唱拍手歌。那拍手歌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台湾人民在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不快乐，可能有点彷徨，那我希望透过拍手歌给台湾人一个鼓励跟激励的一个士气啊。可上玉山不是件简单的事，海拔3000多公尺，15个小朋友加上向导，大队人马40个人，凌晨2点起床，3点上山准备攻顶，眼看7点就要开拍了，这时候老天爷却不赏脸。我们计划是7点钟要拍，因为在8点钟之后空军就要管制整个空域，他们要演习，我们就不能拍了。可是当时大概6点半的时候，我们在跟山上通过电话，结果他们告诉我们说，山上现在整个被云盖住了，而且那个风非常大。哇，那时候我心里就整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时候马校长就带小朋友在山上祷告，啊，用祷告。我在那个山底下呢，也是跟我所有的神明、认识的神明都跟他沟通一遍，希望赶快帮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拍摄任务。
好老天还是眷顾他们的，七点整云开了，雾散了，可以飞了，在台湾最接近天空的地方唱歌，一直以来都是小朋友的最大愿望。此外，马彼得校长还给了拍摄团队一个大惊喜，把这个画面拍完了以后，我要离开了，我要通知地面上我要离开了，大家可以休息了，谢谢大家。可是校长跟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柏林，你等一下。然后呢，我就从镜头里面看到每个人都跑去他们背包里面拿出一面小国旗出来，对着镜头挥舞，这样，哇，那是太催泪了，我当时非常激动，你知道。但是你知道摄影师激动的时候镜头就没有办法拍好，所以我必须控制我的情绪，拍完了以后离开了以后，我的眼泪才掉下来。玉山上国旗飞扬的这一刻震撼了齐柏林，也成了电影中令人难忘的一幕。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拿出那面国旗，因为原生童声儿童合唱团他们经常出国比赛表演，看到别的国家别的队伍都有他们自己的国旗，可是我们却没有。好，那校长知道这部电影他可以在世界上那个发表，他希望让世界不只听见玉山唱歌，也让世界可以看见我们的国家。他那面国旗是希望对这个土地这个国家表示他最崇高的一个敬意。齐柏林在电影开拍前曾经到南投听孩子们唱歌，他知道原生教育协会为了让孩子们继续唱歌学习，必须不断的献诗演出筹募经费。他说听完的当下也不知哪来的念头，他一定也要为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做些什么。所以就跟我们制片商量说可不可以我们就捐10万块，还用公司的名义捐10万块。但是当时我们在拍摄期间，事实上我们的经费也是短缺的，我们也需要寻找经费，所以我们的制片就跟我说，齐大哥你等一下啊，你不要冲动啊，等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样子。可是我礼拜一上班的时候我更就没有办法等到他来讨论，我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那捐款单然后写好那个金额，然后就传真过去了。传真过去后几天了，却迟迟没收到对方回应，信用卡也没扣款。正当齐柏林觉得纳闷时，他收到了一封信。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接受这笔捐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珍贵的一笔捐款。那另外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在美国的支持原声的支持者，他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他就捐给这部电影，又捐了100万元给这部电影来拍摄，所以当时我也是，其实本来不是那么爱哭的人，可是你每每看到这些支持，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啦，就是感谢跟感动，对。信短情长，这笔最珍贵的捐款，也许金额不多，不过已经足够支持了齐柏林和原声童声合唱团继续做着让梦想发光的事。我觉得台湾人是有热情的，只是过去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家园。所以看见台湾，你可以认识台湾，你可以了解台湾，你会爱护台湾。很少有一部片不说一句话却能深刻的切中台湾的环境问题，也很少有一部片在播放完毕后全场没有人急着离开，而是把自己留在黑暗中思考。因为站得高所以看得广，从齐柏林视角看到的台湾，现在我们也能够透过电影看见台湾的美丽与苦难，也看见了一位执着的导演用20年的心力告诉我们，受了伤的土地需要我们好好呵护。